这30年了，为了生活每天早出晚归，因为家里三个女儿要养，还这个车租和车油，所以就是要勤力的工作，手停口停，看到三个女儿成长，而且成家立室，还有4个孙女，怎样辛苦还是值得的。 现在我已经是65岁，看作新加坡的成长，从一个甘榜的时代，尤其是马尼拉贝现那一代，所以我们每天驾车经过，现在你看，高楼大厦全部新建起来，所以我成长在新加坡是值得很骄傲的。要是碰到刚好碰到孕妇还是病人，我就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它。 送到医院，我最大的满足感就是为大众服务，每天送各行各业的人士，把他们从一个目的地送到他们的家。